不可以证明要买卖，好，这个我一再强调，没来由就要先缴这么多税啊，所以这个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去做，一生才一次，所以这个要善用这个遗产税，这很常见的，社会上很常见，结果到最后的话，竟然他的财产要归国库。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说，我们最近常常看到新闻报道，就是说现在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嘛，哈，所以可能就是说他没有配偶，那他的继承权他没有子女，那各位呢，那再来没有子女的话，他的继承权就会到父母亲。我们这种六七十岁的人呢，父母亲可能也都走了。除此之外的时候呢，我们继承权没有父母亲的以后，就会到祖父母，哦，这是我们继承的顺位，也就是说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孙是第一顺位的继承权，那他跟配偶是同一个顺位的。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如果没有子女或直系血亲卑亲属，那我们的继承权就会到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没有父母亲的时候，我们的继承权第三顺位就是兄弟姐妹，那各位再来没有的话，就是到第四的祖父母去了。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第一，哦，我假设我是做叔叔的，做姑姑的，那个侄子啊，有没有继承权？各位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最多就是到兄弟姐妹或祖父母，那通常这个时候祖父母都是很难存在的，所以这个当你没有兄弟姐妹又没有祖父母的时候，这个财产可能就会归国库，所以呢竟然有两三亿的财产呢归国库，而他的这些侄子侄女呢，虽然在晚年都在陪伴他照顾他，结果却没有办法拿到，哦，这个情形会这样子。第三个呢，我们还有就是说呢，兄弟姐妹之间感情不好，而且呢那个兄弟姐妹比我更有钱，我也很不想这个财产给他，但是这个侄子侄女小时候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觉得也很 OK， 所以财产想给他，但是呢你一个不小心没有预先做的时候，变成兄弟姐妹把你继承走了，这个也常常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呢有一个人呢，他是股市的名人，他都以前就是在一直在做合并啊等等，所以我们那个收购委托书的那个规则因他而改了很多，但是呢他就跟他的兄弟姐妹都一直打官司在告到最后的时候他死掉了，他也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结果就是跟他打官司的兄弟姐妹把他拿走了。所以这个人生原来就是眼前所见的皆如梦幻泡影，所以这个有时候人生这样常常要放过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我们用什么方式呢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课题，尤其是这种或许你有结婚但是都是顶客族，或是呢你同性婚姻也都会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去收养，可能就会造成归国库的情形。那么在早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去收养我们的自己兄弟姐妹的情况？所以各位呢，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当然是让自己有子女，对，没有的话你就要去收养自己兄弟姐妹的小孩，这个透过收养，这是第一个解决的方法，来怎么样让这个财产呢不会归公库。各位，我们不是说归公库不好啦，只是说呢好像可以把这个钱做得更有意义。好，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它？各位，这个老师就要来教啦。好，我很想给这个子女，我给我的这个孙啊，我们的闽南语讲就是给我的孙啊，各位你要采用生前赠与。生前赠与呢给孙啊，但是各位呢我现在就要问哦，生前赠与的话，假设我们要赠与不动产，哦，金钱我们当然是留着花，股票也是留着花，我们最想的就是说以后这个不动产我认为没有子嗣嘛，那我就是没有孙啊。那各位这个是要生前赠与，我们问你哦，要不要过户？各位你一过户的话呢，第一个你要缴赠与税，除了免税额244万之外啊，各位超过免税额以上的一块钱到五千万的时候是 10% 啦，各位五千万过去是 15%， 最高是 20%。 各位第二个，如果你是赠与是房屋还有土地的话，那么受赠人呢他要缴土地增值税，
那各位，这个要小心哦。受赠人缴土地增值税，如果他很年轻，只有20来岁，没有资产可以缴这么高的土地增值税的时候，通常是我们赠与人当父母的，或是当姑姑叔叔的，把他赠与给他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又会变成你赠与现金让他去缴税，又刻一条赠与现金的赠与税。很多人不晓得，结果被国税局刻了2次的税哈。各位，第三。如果像这样子的话呢，还有一条非常严重的，就是未来呢，因为你受赠取得受赠的部分，你将来再把这个土地房屋卖掉，你要缴很高的房地合一税。那因为呢，这个情形，你受赠的话呢，你成本是零了，但是我们的国家呢，是认为你受赠拿到的是土地的公告限值。公告限值跟房屋的评定价值作为你的成本，那呢你将来一卖的话，实价登录跟这个受赠的土地公告限值跟房屋评定价值的差距呢，认为是你的所得。那各位，这种情形的话差很多，所以你有时候呢不可以赠与，然后呢过户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才会说呢，要给小孩子要做买卖，不能做赠与啦，因为未来的房地合一税太高了，所以要做买卖，你应该卖给他，而且要卖贵一点哦，不是卖便宜哦。那当然很多人就讲说啊，那他要有钱，没关系，没钱的话你先244万赠给他，然后其他的到银行贷款哦。所以给不动产给小孩不可以赠与，要买卖、哦、这个我一再强调，不然的话房地合一税会很高啦。所以各位呢，这个地方未来的房地合一税，你取得之后的第一年第二年卖掉的话是 45%， 各位第三年到第五年的话就是 35%， 第五年之后到第十年呢是 20%， 十年以后呢是 15%， 那个各位这都很高的房地合一税。所以呢，我们好多人呢，纵使在世的时候想要赠与给他那孙啊，但是不敢去做。各位为什么？我都没事，我还没死，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我现在就把房地产赠与给你，竟然我要先缴这么多税，而且你未来要那么多税，所以啊，很多人就不会去做。所以我们讲的很简单，说哎呀，你生前就赠与给他就好。问题是你要没来由就要先缴这么多税啊，所以这个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去做。但是各位呢，老师教你们一个方法，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形。各位，我如果生前写生前赠与契约写好，然后呢我写说呢，因为这些税很重，所以呢我呢不过户，一直等到死亡之后才过户。那各位呢，你一定要记得，遗产税是最便宜的。遗产税它有免税额、税额扣除额，那当然如果没有继承人就没有扣除额。那遗产税的税率是 10%， 扣掉免税额、扣除额之外呢，它呢有课税的部分是 10%、15%、20%。 那你要有一个概念，遗产税是最便宜的税哦，所以因为他一生才一次嘛，一生才一次，所以这个要善用这个遗产税。所以你就给他写这个赠与契约呢，现在就是等到死后的话呢才来过户。那各位，这样赠与契约呢，我们跟对方定了，两个人都要签名哦，赠与人跟受赠人要签名。这样子的话呢，赠与契约呢写了这个部分，那以后才要过户。那各位呢，那将来呢，如果他的遗产没有继承人，我们可以选遗产管理人，选国有财产署，或是选律师当遗产管理人，那我们就去请求遗产管理人把他过户给我们。哦，这个就是履行赠与契约。那履行赠与契约，我摆明了就是我生前暂且不过户，然后我死掉了以后你再来过户，以节省这个税捐。这样的一个契约是双方是合意意思表示，甚至于我们给他公证，所以利用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省掉很多的这个税金，也可以让每一个人比较容易哦，就是不要怕因为缴税所以没去做而归国库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技巧，就是写生前契约但是暂不过户，等死后才过户的赠与契约。
这样子的话会把税金省下来，让大家呢敢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写这个契约就相当简单了，双方讲一讲就找个，最好是找律师写的，这个写一写，然后把它表示得很清楚。再不行的话，我就等一下送去公证，那么这样大家不是更明确了吗？所以这种情形的话可以这么样来处理。所以这是第二个方法，生前赠与，死后才过户的生前赠与契约，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归国库，因为他会说，哎，这时候你来那的孙啊，就拿这个赠与契约来请求来登记就可以了。第三个方法，我们可以运用遗嘱，立遗嘱。各位，立遗嘱呢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尤其是像这种情形，你把那个遗嘱立下来说，我将来死掉了以后，这些财产呢被我外孙啊某某人某某人。所以各位呢，这个经常这个遗嘱透过自书遗嘱，这个就不必给我们的孙啊知道，那么只要照我们法律的规定，你自己写，然后最后你签名盖章，如果你比较那个，你就按个手印，那么在写的地方如果有修改，你就是把它按手印修改，只要它正确就好，不用传十四子，不要让它偷改为传于四子，就变老四拿到皇位了。这个你们懂吗？这是一个就是历史的故事，是说呢，雍正传于四子，还是说要传十四子？那么遗嘱呢？所以各位，这个要立遗嘱，自己写下来，其实就可以了。那当然还有公证遗嘱，我们最常做的就是去公证。各位，这个也不麻烦，你就跑到公证人那边去，然后你自己去就可以了。公证人会帮你写，还可以帮你录音。那各位，还有代笔遗嘱，还有口授遗嘱这几个部分。那各位立遗嘱要小心呢，我们就发现一个妈妈呢，她生病了。那么她生病了以后呢，就是她的大儿子呢以前都不在家，但是现在她都常常回来照顾她，所以她后来觉得呢，她可以交代她大儿子。以前呢，小儿子已经把财产拿了很多去了，所以他就快要走了，他就叫那个大儿子来，他说：“来来来，你赶快拿录音带来，拿录音机来录，我要交代事情。好，那么我这个房子要给你啊，我的存款的话有你们两个兄弟分多少啊？另外其他的话，有的要给你阿姨，有的要给你舅舅等等，这样子他在交代事情。结果我们这个大儿子呢，很天才呢。”他说什么样？妈妈，免，你免啦，咱就出来，咱最近就会出院啊。那后来各位呢，他妈妈死掉了以后，这个大儿子就把这些财产呢，照他妈妈的交代呢，去把这些财产给分掉了。结果呢，他的弟弟回来了，说：“哥哥，你怎么侵占这个财产？”他说：“妈妈有交代，你看这里有录音带啊。”请问各位，这是不是遗嘱？这是不是遗嘱？不是啊，这不是遗嘱啊，你不能够是说是这样。那各位，那这有没有生前赠与啊？哥哥说这房子是我的，各位，那这样有没有赠与？因哥哥不是说谢谢妈妈呢，他是说免呢。所以各位，在这种状况底下，妈妈安尼交代，你一定爱甲伊讲谢谢，你袂使甲伊讲免呢。你看他说免，并没有构成要赠与啊。啊，遗嘱又不符合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口授遗嘱、代笔遗嘱，所以录音根本就不能够成为遗嘱。所以各位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哥哥呢，这整个人都懵了，到底这样有没有赠与？我那一栋房子是妈妈说要给我的呢，啊，弟弟说录音带里面洗力工免呢。所以各位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一定要弄清楚这一些事情，该客气的时候客气，不该客气的像这么紧急的你就要说谢谢咯。所以各位呢，一样的道理啊，前不久呢也是有人这样，他呢虽然插管，但是呢他财产就是要给特定的人。但是各位，这时候我们要请公证人去病床跟他做遗嘱来不及，他要写口授遗嘱来不及。所以各位呢，我们就要把它做成什么？他要赠的那个人，我们给他找来，找在病床上。那么他呢，就是跟他写说，他要给他，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念给他听，那他点头，我们全程录影。然后呢，就是让他们写下生前赠与的契约。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归国库，或是说就你就会财产给想要得到的人，所以要用这样子去处理它，其实有很多的方式。那第二个呢，我们立遗嘱的话还有一种就是说呢，如果你一时之间呢不晓得说要这个财产要给谁比较好，或是说你呢心里心猿意马，你干脆在遗嘱里面就写用遗嘱指定将来这一个财产呢受托给谁去安排。那你要安排的是你要给你的什么师父啦、寺庙啦、教会啦、基金会啦、创立奖学金学术团体，这可以。或是请他安排呢，就是要照顾我们的侄子啊，或是哪一个小孩，你要捐给家父。那么各位呢，请这个受托人信托的，所以各位就是用遗嘱来做信托，请这个受托人呢根据你的遗嘱去做这样的安排。还有要照顾我们那个毛小孩，还有照顾我们的猫喵族啊，那个都可以透过这种遗嘱信托来照顾他哦。所以各位呢，这种情形的时候，遗嘱信托在我们这里呢应该还要再去推动，尤其在少子化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么我们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很简单啦，就是说我们用遗嘱啊委托给我，死掉以后就委托给律师事务所帮我来安排哦，委托给谁，给银行来帮我安排，这个就是透过遗嘱信托委托给律师，委托给银行，或委托给你的比较亲的朋友，那也是可以。那这个受托人你不用怕财产被侵占，因为这个受托人他是要根据遗嘱来受托的，然后去执行。那各位，如果这个受托人他以后拒绝，那你可以选第二位的受托人。那如果一二位的受托人都不在，这个时候我们检察官就是代表公益会帮你选定新的受托人哦，就像小孩子没有人监护，父母亲都跑掉了、双亡了，那我们还指定个社会局或是县市长嘞，所以都是有人可以这样子去处理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这几个方式。那各位呢，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说，那个叔叔或姑姑呢，他们都是有财产的啊，我们这个做孙啊的呢，我们在照顾他。而且我们照顾他了以后，他都没有立遗嘱啊，也没有那个生前赠与给我们，结果我们照顾他，他光有不动产，结果他的生活费都是我们支付的哦，这很常见呢，社会上很常见。结果到最后的话，竟然他的财产要归国库啊，我们这么多年来照顾他，跟他支付的生活费等等呢，可不可以要？所以各位，像这种情形的时候，这么多年我们替他照顾他支付生活费的，我们将来就是说这个遗产我们选遗产管理人啊，我们就去告他说你应该还给我们当初为你照顾你的这个抚养费、生活费、带电的这个生活费。那问题是什么？各位，这些都是家庭琐事啊，所以你根本都没有在存收据，你根本就没有在那个，所以这种哦，道理上也是可行，问题是将来要的时候，当你都没有准备的时候，这个要归国库，你都很想说哦，我跟他照顾那么多年，竟然我现在就是要不回来。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你要未雨绸缪，就是说呢，哎呀，跟你的那个人讲说，你先写给我，你先赠与给我。各位，这个老师就要教啦，这个叫做先写赠与，然后呢负有什么负担，这样大家就平衡了。负有什么负担？我这个呢房屋土地要赠给你，而不是现在过户，是死掉的话就会给你，大家写下来齁、哦、啊，未来你在我还没死之前呢，你要照顾我到往生哦，你要写这样的一个赠与契约。所以我们通常在帮人家写的时候，我都会做这样的安排，就是说生前赠与给你啊，啊你要照顾他到走了。各位这样写起来齁、哦、就比较放心，不会讲说哦啊我现在赠给你，那你将来不照顾给我那怎么办呢？
哦，所以这个呢，这个有时候法律呢，必须在人情之中啊，才是真正的法的生命啊。所以法律呢，它不是很尖锐，它在处理的是如何利用法律能够到达一个比较圆融的境界，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各位呢，那个法律的人，学法律的人很尖锐，哦，那讲话就要拿两颗手榴弹把对方砸死。各位，这是法律呢很初阶的。对，如果你法律进到很高阶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那个人是非常柔和的，他是很圆润的，而且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多的。嗯，所以这个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让法律系的外表给那个了。而且如果很尖锐的那个，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到法律的一个本质啦，也就是他没有掌握到法律必须在人情之中。所以各位呢，我们在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就可以避免财产呢归于国库，让我们的财产做更有意义的使用哈。我也不是说归国库就没意义，那你自己还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那你为何不让他能够照顾孤苦的小孩，能够来辅佐那些人，可以在社会上变成有用的人，你何不设个基金会，你何不设个奖学金？各位，纵使这样子的话，你让别人去用我们的金钱去鼓励他人。哦，所以我们台湾呢要慢慢学着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财产去帮助社会上需要的人，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呢获得延续。因为受我们帮助的人，我们累积的财产啊，让我们的财产呢去帮助有用的人，让他成为在社会上越来越有用，这个就是财产化为我们生命的延续啦。那我们最怕的是财产给我们的小孩或给我们的兄弟姐妹，他就花不怕，有钱花，花不怕，就给你挥霍掉了。那这个财产呢，让你的生命蒙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不 OK 的事情。所以我们台湾的人呢，在留这个财产跟财产的规划里面呢，必须要特别注意这样的一个事情，让它呈现有意义的作用，然后让你的生命呢发挥更大的延续跟光芒。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来介绍给各位的参考的。以上。